这场是薛洋单独的戏份，薛洋被蓝湛砍了手之后，面具人趁机抢走薛洋身上的阴铁，此时工作人员正在给薛洋的胸口画伤口，随后五指老师把阴铁塞到薛洋胸口衣服里。一你他妈一抓就往后走，一抓就往后，不是这样吗？一二三，一抓着，嗯，一抓抓完再走的吗？没抓住，叫，哎，一二三，走啊！五指老师细心地指导他应该怎么样演好这个拿阴铁的动作。你要这样的，一二三，进，一回头一看，唰，砰，一弄，再去抓他，一二三，一拳一打，再去抓他。蓝二哥哥是真不能惹，惹火了就砍你手。薛洋就是很好的例子。预备，来，第一遍，第一遍，看，手臂，看，正在这高味道的心，好僵啊，好硬啊，自然一点，一二三，送，一松，好。再去抓他，烟小一点，不要太大啊！导演前一秒让他们把烟弄小一点，后一秒就直接一股浓烟飞过来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一、二、三、看，一、二、三、走，走，五、打。抖音。